喂，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呢个Line Gundam Wars。其实呢个 game 出咗几个月，唔知点解咧，我而家先开始玩，即系都算后知后觉。我知道出咗嘅，但系唔知点解嗰阵时，唉，人类有好多决定都系解释唔到啦。不过唔紧要啊。咁今日咧，唉，我储咗好多石啊，同埋送咗好多嘢，咁啊又可以抽蛋啦。抽蛋真系非常之快乐，尤其是。系唔使自己放金嚟抽蛋？咁你见到我而家个阵营都系一般般啦。最劲咪呢只四星嘅高达F91 咯。咁事不宜迟啦，就嚟抽啦。咁今次咧，佢呢个礼物系好型啊！地獄死神高達同埋艾比安高達，佢仲有一道號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可以睇佢嗰啲字嘅喎。我幾中意佢呢個系統咯。咁死神基本上應該係一個前排靠殘障嚟到 tank 人嘅一個前鋒嚟嘅。咁我仲有呢個佢送嘅鑽彈券啦，11年。轉蛋權，哎，試下呢個先。哇！哇，吉毛啊！咦？呢只好似好容易储升噶，我见好多人都用。系嘛？又系废物。呢只 R 架架我已经有。决斗高达，我一直咁样衰幽谷高达弱，力天使高达，哇，劲啊！四星嘅无限正义高达，好似好乸坚咁哦。我有佢嗰个技士，我拆埋一 pair。好，今次結果唔錯啊，中咗四星，咁轉埋佢啦，轉埋呢個死神高達，同埋呢個高達艾比安都好似幾正。睇艾比安啲招，哇，幾大碌劍！大部分都係劍嘅佢啲招。好，抽晒佢先。诶，我唔系转呢个，我唔系转呢个，亦都有得抽 New 高达，但 New 高达太普通啦。
skip 啊，咁结果就系有呢条友，有德卡，浮又抛德卡，仲有呢、神龙高达，顶大概唔系新嗰只神龙，好，再抽多次先。skip 咗，我已经有自由高达啦，你有旧死神高达，哇咁难中啲新嗰啲，新嗰几只嘅，抽佢20抽都唔中，旧死神嗰啲劲唔劲嘅？哇！佢呢个闪避好似好劲，闪避5次喎。咁呢个咩正义高达呢？哦，正义高达都系前卫嚟嘅。好，咁正啊，中咗呢个死神高达旧死神。升咗上去都幾勁嘅應該，但係我而家仲係啲人20幾級咧，好難升到升到改造 version 第三招。咁但係唔錯啊，有次唔使錢嚟講咧，都幾開心啊！咁都幾好玩嘅呢只 game，好似聖鬥士咁咯，好似不嬲玩開聖鬥士咁咯，又有鬥技場啊，又排陣啊，佢最特別就係可以轉位咯。同埋我都幾中意高達嘅，除咗聖鬥士之外，見到高達幾開心嘅都。咁記住，如果大家都有玩咧，不妨留言大家交流下我嘅新手嚟，完全出咗幾個月嘅呢只 game。咁記住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嘅 channel 啦，我 Eat World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